初选大蜕变，蔡英文2.0报道。嘿，最近总统蔡英文不知道是被盗账号还是受了啥刺激，自从民进党初选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去年九合一因为年轻选票崩盘大败，蔡英文近期毛起来和网红互动，以前被笑是读稿机，现在常常会脱稿演出发表自己感想，甚至以前不爱媒体读访，现在每次公开亮相都有问必答。都是政治的吗？那刚刚讲过了，刚刚讲过了。你们在防问题吗？问小三通的事情。以前随扈为安层层包围，现在他又回到人前与民众互动。初选前和他聚餐，立委党工都觉得像在开会。现在去官邸，他还会打扮轻松会客。毕竟刚执政时，他太急着推动政策，忽略与人互动关系。现在初选逆转胜，加上执政有些成绩，也让他进化到2.0版喽。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苹果园林梦，春心 ，Let's go！ 大家好，我们是91，我们不怕玩，只怕你不来。只要你是苹果新闻网的第一会员，就有机会在7月7号品鉴会跟我们见面。台九线的一夜行，6月23议会员现场展会。